你讲假呢？是，足委屈的呀！不正经，哈，来啦！这个唱歌，伊才会要点你唱啦。咱讲实在吼，安尼既然互你好好来欣赏这首歌曲，好，来送给咱林小姐当一欣赏吼。好 ，OK。这首歌曲叫做《你是我心目中的上好》，希望你能爱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咱家姐姐大哥，安尼激烈的情况下来赞助。